那么今天在老计划馆做客的嘉宾是著名的法学家、文学家，听说还是政治家袁宏兵先生。袁先生呢，半年以前来到了澳洲，在这儿发表了四部巨著，一时间在这海外文坛上呢，掀起了一股子袁宏兵热。那这四部巨著是什么呢？是《自由在落日中》、《文商》、《金色的圣山》和《回归荒凉》。袁先生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很有传奇性。那么今天非常荣幸来聆听袁先生的故事。你好，你好，袁先生。这个先喝点茶怎么样？好啊。啊，来，你喜欢喝什么茶？喝酒。你瞧瞧，咱们今儿碰了一个啊，这个与众不同的人啊，喝酒。那你喜欢喝什么酒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刚才讲我是那么多家，其实有两个角色啊，最接近我的天性，一个叫做流浪汉，到处流浪啊，浪迹天涯；另外一个叫做酒徒。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不去这个谈一个所谓的法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的人的生涯啊，我们就谈谈这个流浪汉和这个酒徒。能不能谈谈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一个流浪汉呢？我是从16岁开始啊，上山下乡。我的上山下乡的生涯和其他知识青年有一个基本的不同点，就是他们下乡以后，绝大部分都会去很好的去劳动，很这个去要接受群下中农的再教育，觉得自己天生好像就有原罪，就一定要被这个别人教育一番等等。我下乡觉得特别的兴高采烈，但是那个火车一开动，汽车一开动的时候，我就觉得轻松了，我觉得我要走向天涯海角了。我那时候看着远处的地平线，心里充满了憧憬。问一下，打断一下，您是在哪儿插队呢？我一开始是在呼和浩特市，旁边的农村，也就是宿乐村啊，那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古诗里的那个地方。下乡的第几天，第三天和第四天就开始跟农民打架，因为那些农民要真的要以为毛泽东说你要教育我们，他就真来教育我们。而且这个在很多情况下有一种歧视，比如说分粮食给我们分不好的，这个劳动的时候记工分给我们记最低的，这样就产生一系列的矛盾。而我那时候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就是这个反抗，而且有的时候反抗的是很激烈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女知识青年被那个大队的书记给欺负了以后，那么别的人都不去管这些事，我觉得我是不能不管的。那脑子里充满了就是司马迁笔下的那些荆轲啊，是这侠义，对，侠义精神，觉得在这时候我一定要去。当我挥着铁锹冲上去的时候，心里想的我手里就是一柄长剑。打完架以后，自然在这儿就待不下去了。对了，那肯定要受惩罚了，就开始走。我的足迹那时候从东到西啊，最东边到这个大兴安岭，最西边越过了这个敦煌。到新疆那边去。南边呢，曾经步行达到过这个渭河平原。等一下，可能这个观众，这个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不知道渭河在哪儿，能不能给大家？就是陕西省的一条，陕西省的一条河流。所以那是足迹基本踏遍了中国的，一半的土地。一半的土地。当时多大岁数？下乡的时候16岁。16岁，一个16岁的孩子在半个中国这样流浪，那么你靠什么怎么吃饭呢？你晚上睡觉怎么睡呢？这个那时候走到哪儿，我有两个手段谋生。一个手段呢，就是走到哪儿谁有不平事就来找我，我就去别人这个铲除不平。所以绰号是野蛮人啊。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谋生的话，就是给人写情书。等一下啊，给谁写情书？就是给这知青啊，给这他们，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想要追求一个人啊，你帮他写情书。我写情书，写情书当然是要收费的。
整个我记得写过400多封情书吧。能不能还有印象的写的怎么写的有没有？哎呀，我都记不，反正有一句话，我有一个家伙呢，是特别之窝囊，我看的。嗯。我说就你这个样子，还能追求到女人吗？你要显得自信一些，好。他无论如何自信不了。那么我就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嗯。我在信里以他的口气写的了，就是你必须把你的生命和我连接在一起，这是那样毫无意义而又无需多虑的。其实这个话我好几个情书里都用过。嗯，他拿着去了以后就果真就成功了。成了。这个话我听了起来还是很有这个文学这个修辞的啊，这个蛮讲究的。哦、你能再重复一下？就是你必须把你的生命和我连接在一起，嗯嗯、这是那样毫无意义而无需多虑的。因为我看他很没有自信嘛，嗯、这多有自信啊！这非常有男子气啊！我想任何一个女孩子受了这样的信的话，都不会这个不动心的。对，好的，那么这么一封情书就能换到吃的，是吗？换到吃的，换到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一个知识青年点。我流浪到一个知识青年点，我住10天，比如说，那么我写了这封信以后，他要马上去实践的，实践成功以后，成功了，那我会得到丰厚的报酬。那么我现在就是可以想象，就当时你那个生活是基本上是走到哪儿去找知青点，以这么一种方式去。如果找不到知青点，主要是找知青点，但是在有的时候呢，就会在那个蒙古牧民的家里。去住，那时候蒙古牧民是很淳朴的，那个门蒙古包所有的客人都是打开的，随便进去，随便进。进去以后你就在那儿躺下就行了，睡觉，有吃的你自己去搞。就是因为他的蒙古包有的时候没有人的，他出去放牧啊，他没有人，你进去吃喝，他不认为这是一种对他私人领地的侵犯。那么这是不是蒙古族人的一种风俗的一种？这是蒙古人的一个很好的风俗，只是后来到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中间这个对蒙古人的那次种族灭绝式的这个迫害之后呢，他们就再也不愿意、打开帐篷。对，很长一段时间见了汉人，他们都是很仇恨的了。那么这样的流浪生活，你大概度过了多长时间？度过了有4年，4年，直到20岁。20岁，然后20岁就。通过我母亲呢走后门，因为我是一天劳动都没有的人，对呀、啊，你表现很不好，极其很差，对。但是我母亲那个给我走后门，她通过一个公社的副书记还是一个公社的秘书，就是把我抽调到这个呼市郊区化肥厂。哦，进城了，等于是从农村户口又转到城市户口，回城，到了城市户口以后呢，我别好多知青年啊，一回城以后就很老实了，就开始过小日子，因为这4年很痛苦啊。我哥哥在迎接我回城的时候有一首诗，叫做故园清泉一长饮，4年归来渡泥人。渡什么？渡泥人。泥渡金嘛，啊，渡泥人啊。寒池归来渡泥人，4年秋风吹不老，只锁当初少年心。少年心，少年之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到那个工厂里当学徒以后，看到那个车间主任欺负这个普通的学徒工啊，我心里就不愉快。你比如说招工的时候，那是很屈辱的。我们的车间主任姓孙，我当这个学徒工没有多久呢，就收拾了他一下。我是一直对他很傲慢的。那天我看他从那个门口进来的时候呢，我事先已经准备好在我的那个椅子上，我们工作室都有椅子的，操作仪表椅子上，把那个密密麻麻的一盒图钉啊，都那个大头针尖朝上铺在那儿，然后上面又盖了一个报纸。然后他一过来，我马上很礼貌地站起来，我说孙主任您好。孙主任一看，怎么今天懂事了？告诉你，跟当官的作对没用，没好处。我说是啊，我今天这个
想通这个道理了，我说请坐啊。那家伙笑眯眯的就坐下了，他很胖，他那个腿臀部和那个椅子在即将接触的那一瞬间，因为他很胖，他的腿支持不住，你就一下砸将下去，全部就那一瞬间的那个神情，我此生是永远不可以忘记的。由一个那么得意洋洋的笑脸，突然之间变得惊讶，变得痛苦，变得愤怒，那一瞬间，然后砰一下站起来，一句话也不说就往外走，那一群图钉啊，把那个报纸砸在他大肥屁股上，他就带着那个报纸就出去，直奔那个医务所。然后我们一群这个学徒工都跟在后面去看，看他在那个医务室里，怎么那个女护士给他一根根的拔出来。很有意思，看来您这个天性中除了有这种叛逆这种性格以外，你还有点恶作剧啊，还是调皮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好的，那么这个流浪生活呢，我们就这一页匆匆忙忙就翻过去了啊。这个怎么又成酒徒了呢？我也很难说，就是好像从小就觉得像李白啊，像这个张旭啊，就是狂草张旭这些，我觉得给我的一个启示，就好像诗意之美、艺术之美一定和酒是相连的。嗯哼，这是我喜欢酒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我生在这个生长在内蒙古啊，那蒙古人喝酒，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在举行一个很神圣的仪式。特别是当你和一些这个在一些庄重的节日里，他喝酒的时候，他会先把那个碗举到这个眼睛这儿，然后眼睛越过这个酒碗和你对视，然后对视了片刻以后，极其严肃的，然后把这个酒一口喝下去，然后把这个碗继续端在这个视线平的地方，互相在对视，就是从那种时刻，你就觉得，对于蒙古人这样一个创造过那样伟大历史的这样一个民族，酒对他们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就是喝酒是一种神圣的事业。那么这个我觉得也很感动。你受到这个影响吗？你也，我只能说我极其感动。所以从小我就觉得，酒一定跟我是这个终身的伴侣了。后来，94年以后，当局把我发配到贵州。那是极其偏远的地方，古代就是一个流放人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们真是不应该把我发配在那个地方，因为那里头有中国的国酒茅台。到了那里头，那个贵州省是个阴云终日不散的地方，你会那个觉得天空中总是布满了乌云，低垂的乌云，还有瘴气。你觉得这个天空有的时候都是腐烂的，你觉得那个，在那样一个状态之下呢，只有茅台酒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我说烈性酒啊，是我的红颜知己，那才是这个诗意之源啊，是文化之美之源。我挥着铁锹冲上去的时候，心里想着我手里就是一柄长剑，我说的话就是给人写情书，然后有个郎酒蹲前，我就是看着这种，他仍然能够坚守生命美的原则，一种真正的英雄人。袁先生，您能不能举这么个例子来谈谈你和酒的人到什么程度？就红颜知己啊，你是红颜知己。我是这样，我这个在最没有失意的时刻，我常常就会喝一杯酒，就有了失意。什么样的酒？多大度数？都是就是在贵州就是茅台酒。最大烈酒啊，多大杯子？小杯子。那个因为什么，因为不是说我不能喝，是那个当时那个茅台酒是很宝贵的，不可能是。另外我在北大讲课的时候，从当教师的第一天起，我就从来没有拿过讲稿，每次上课这个上课之前都要喝一杯酒。站在这个教室门口喝一杯酒，然后就上去讲，然后就是讲兴就大发了，是吧？记得有一年啊，就是我开始写这个，当时还是知识青年，开始写这个《自由在落日中》不久，《自由在落日中》那本书不久。有一天是冬天，那个暴风雪突然来了，我那个房门就被吹开，吹开以后，
我是这个躺在这个被子里头，那个被子这么厚，有五六层羊皮，然后呢，然后自己钻在那个被窝里就趴在里面来写东西。那是零下多少度？当时冬天这零下二十多度。零下二十多度。因为为什么我不能和别的知青年住在一起呢？我是自己找了一个四面透风的这种磨房自己住进去。因为和别的知识青年住在一起写东西，你写反动小说要是被告发了，那就没有办法，那就没有办法写作下去了。所以一个人坐在这个住在这个破磨房里，然后有个狼就蹲进来，来避暴风雪。我在那儿写，他就蹲在旁边。是真的狼，真的不是野狗，不是，是真的狼。因为狼和狗都有个基本的，有两个基本的区别，尾巴不一样。那是这个，对，这是一个外形，关键是他们的灵魂不一样。你一看眼睛就知道那是狗还是狼，只要一个注视就你就可以知道它是狼还是狗。所以在我面前现在展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戏剧性的情景，一个景啊，就是在这不是凛冽的这北风之中，零下二十度，然后一个知识青年在一个四面漏风的一个磨坊，是吧？磨坊里，对。旁边蹲了一头狼，与狼共舞。与狼共醉。共醉。因为太冷了，你想写作的话，必须一边喝酒，一边来写。而狼进来的时候，你害怕不害怕？你不害怕。一点不害怕。不害怕。他看了我们对视了一下，我从他的神情里。明白了，他也是把我当做他的同类的，所以互相之间就没有必要害怕。当时喝的酒就是鼠肝酒，红鼠肝做的酒，八毛钱一斤。那一晚上我就一边喝着酒，一边写作，一边本来想请那个狼喝点，但是看他对酒不感兴趣，没有兴趣，就算了。非常有意思，和一个狼交的朋友。这个袁先生，我想给你加一条，你是流浪汉，酒徒，野狼，朋友都野狼，最后怎么成法学？那是不是考上大学了？后来，因为考上大学了，那就考大学这个过程怎么谈的？考大学就是我当时只念过初中，本来就是在整个这个流浪汉的过程中就是应该说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考上大学。是啊，你到处这样走，但是我也不知道是谁在教导着我、引导着我，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我都有一种靠近知识的这样一种心情。等一下，我想打断一下，就是说在你插队流浪或者是在当工人什么，你从来没有中断过学习。对。学什么呢？看什么书呢？下乡的第三天，我就从那个下乡地，这个逃回，这个呼和浩特市，那时候内蒙古的首府，和几个朋友一起啊，就把那个潜入内蒙古图书馆，因为当时很乱啊，都是都两派打架，对对对，打砸抢啊，那个图书馆呢也没有人管了，我们就从窗户跃进去以后，偷了好几麻袋书就偷回去了。而且是专门偷那个内部书，都是丰子修的书，这是一部分书我看。另一方面呢，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哪怕是去跟老乡去打架之前啊，我手上都要写十个俄语单词。俄语单词。那时候我们是普遍学俄语嘛。嗯。而且我当时有个感觉，就是在应急状态之下，你背的那个单词是就是。很难忘记，而且记忆力极高，就这样一种接触知识的过程，所以当时最后考大学对我来说，我觉得轻松得很。当时报考哪个大学？北京大学。什么专业？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听起来就更莫名其妙，怎么是到了法学家？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对。而且按照如果那年呢，它是两种计分方法，一个是按照这个考外语系的，就要按照外语的计分，就不算这个数学，如果是考普通的，那么就要按数学计分，如果是按这个外语来计分的话，那我那个分数应该是极高，高到什么程度？高到内蒙肯定是最高的，在全国也是很高的，
当时我考试几门中最高的一门课是92分嘛。哦，那很不容易。我都记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这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给内蒙只有一个指标，北大的这个，而他们这个指标又是带着一个后门下去的，就是有一个人是有后门的，然后如果我的分数不太高就算，另外还有口语口试，我的两个口试全是优秀，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招生办没有办法，就打电话把我叫去问我说这个商量一下，这个能不能换一个专业啊，我说随便，只要让我上学就行。他们没想到会遇到这么一个痛快的，他说哪能随便呢，会给你搞一个比较好的专业。我说那就好，你们看吧，你们说到哪儿就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指定了。我说那你看法律系好不好啊，我说随便。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我对法律是一点不喜欢的，我觉得法律是一种三流智慧才可以去操作的东西。等一下啊，这是咱们电视机前可是有很多考法律或者学法律的啊，你这一下子把他们全都弄成三流智慧啊。但是我知道你是调侃了，能不能解释一下怎么为什么要三流智慧？因为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哲学和文学这样的智慧我认为是大智慧，当包括宗教学，因为这样的智慧它直接和人的心灵有关，和人的审美激情有关，那么它当然是大智慧，一种心灵和灵魂的一种情操的东西，和人的最本质的东西有关，所以它是大学问。那法律只是和人们的一般的日常生活有关，一般的行为规范有关，所以我认为它是一种三流智慧。那您这个，那你去不觉得屈才吗？我去上这个课基本上没有很好的上过课，没有听过讲，也没有一个字的笔记，就混过了。混的最后结果是每门课都是优秀，只有一门课没搞好。哪一门？没搞好的原因是我就是一个外国宪法，那门课就是有一次，因为我是学习委员，和其他的一些年级的学习委员在一起。我记得很清楚，还有一个学习委员是77级的，我们三个年级一起来上这个老师的课。那个人就叫李克强啊，现在就是辽宁省的书记了，共产党。在这个把我们请去，让我们给提意见。结果别的这些家伙都说他讲课讲得好。轮到我呢，我说我认为你讲得很好。我确实也认为他讲得好，但是我说我们班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小的这个同学啊，他们觉得你的课讲的不好，他们说你这个讲课讲的他们听不太懂。结果这个老先生这个自尊心就一下受到了极其深刻的伤害，我没想到会这样伤害他。很容易。对。然后就开始这个跟我就这个发怒了，说我知道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你参加过80年的这个竞选，就是当时北大搞这个人民代表竞选嘛。我也就毫不含糊了。我说我也知道你不是个普通的教师。你在当右派的时候，你出卖过别人。哎呦，这帮子别的人都在这儿。然后这个老先生把他们都赶走了，把戚家包括李克强全部赶走，就剩下我和他来进行单独对话。当我挥着铁锹冲上去的时候，心里想的我手里就是一柄长剑，我说的话就是给人写情书，然后有个郎酒蹲进，我就是看着这种他仍然能够坚守生命美。单独对话的结果仍然是不愉快，喊起来了。我就站起来准备出门。这时候那个他的夫人一推门伸进一个头来说，你们慢慢说不要吵。结果这个老先生大怒说去，对他老夫人说，就是让他去。结果一口气呢喷出来一个东西，喷在我的这个脚上，这个大腿侧面掉在地下。我说这是什么东西，还拿脚踢了一下。
结果那个老先生几步冲过来，把那个东西拿起来，水龙头上一冲，咵往嘴里一放，假牙，我才知道是把假牙给气的喷出来。到今天我都觉得很内疚，因为这个老先生是一个其实从学问上是很好的一个先生。我现在讲这个事儿，说实话是很内疚。当时你年轻气盛，可能不是，我就是当时有三个年级的学习委员。还有什么课代表，一共是六个人，没有一个人说真正的给这个老师提个什么建议或者意见。你是讲真话？我就讲了这么一句，所以我有的人问我，那天问我说，这你像李克强当了辽宁省委书记了，你怎么变成个又今天又变成海外流浪汉了？我说我想了想，这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此。一辈子讲没讲过假话？也讲过。被逼的啊，或者是讲过假话，或者讲过。比如说，因为我一看你这样子谈话，我觉得你很可能，不可能入党的，是吧？你入党没有？对，我曾经是入过党，然后又被党开除的。那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入党呢？是啊。这个插队也不好好干，是吧？这对老师也从来不尊敬，这有话就说，这个你怎么混入党内的？就是这个八十年代啊，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啊近代现代史上最自由的时期，因为当时是胡耀邦和这个赵子阳在执政，他们确实是给中国造就了一个极其可贵的思想自由的时期。所以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对这个通过党内的改革来进行和平演变到自由民主政治，大家充满了信心。那么我就，你要想来这个做这件事，你就要进入党内，然后你才可以接近权力中心。当时我们还甚至想到，在顽固派和改革派最较量，万一有一天进行最尖锐的较量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处于这个政治的权力的中心，我们就可以给改革派有力的帮忙和这个协助。所以为了这个目的呢，我们就得首先入党，因为不入党你就不可以接近这个权力的中心。那么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的导师我的后来的导师了，就是当时是我们的级主任，他告诉我说，袁宏斌啊，你既然想入党，这是最后一次这个党员发展会了，你这次这个开会你一定要好好的表态啊，然后我帮帮你的忙，你就入了就算了，最后一批了嘛。结果到那儿一看，在座的一共20多个人，有一半是要求入党的，一半是这些共产党员。这要求入党的都要发言，怎么发言呢？发言的总的模式就是，我想要加入共产党，共产党是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天下无双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而我呢，是要加入这个组织，但是我现在实际上离这个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很远很远，我还有什么缺点？我还骄傲自满，我还不够艰苦朴素，我还这个要把自己骂一顿，因为你要谦虚。这是他们的套路啊，你必须谦虚。谦虚完了以后，那人家有个逻辑，你既然知道你这么不好，你怎么还要求加入共产党？这共产党员都是先锋队啊，这个逻辑的困境怎么解决呢？你马上还得说，我尽管是有如此多的缺点，如此多的不足啊，如此这个经常是犯错误，但是我对党充满了感情，党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明星，我的未来等等。经过这么一个逻辑转换，你就经受过了党的考验，觉得这个家伙态度端正，既谦虚又什么。我看他们这样发言的时候，我心里，哎呦，我太痛苦了，我说怎么可以把人都变成一群撒谎者。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我说像我这样的人早就该被吸收到共产党内了。为什么？像我这么正直，这么聪明，这么高尚，为什么不让我入党啊？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共产党内
缺乏像我这样的人。嗯，现在如果再不把我这样的人搞入党内的话，那将来还要干这种坏，还要发生这种悲剧。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那个导师坐在旁边，都要快哭出来，那个脸上难看的，就不断的拿手这个，有的时候把眼睛也捂一下，好像甚至不忍心看我，就这样子，这入不了党了。然后上了研究生以后还想入党啊，因为还要当官，当了官才可以搞改革啊。但是每次这个思想汇报又做不了，怎么办？有一次我们住的那个研究生楼啊，早晨起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出不了这个寝室了。为什么？那个厕所堵了，整个那个尿水把走廊啊全部给淹没了。嗯，这人们上不了学了，上不了学了。那是很狼狈，非常狼狈的。那么我就从那个寝室里出来，把这裤腿一卷，然后就趟着那个水就走到了往厕所里走。那个走廊是很长的，我走廊两边都是门了。你看吧，每一个门都是三个头伸出来，一个头是党支部书记的或者党员的，另外一个头是团支部书记和团员的，第三个头就是那班干部的。因为按照这个共产党的逻辑，就是在这种艰这种吃苦在先啊，对，这种时候他们得吃苦。嗯，但是呢，这些共产党员们又没有这个趟尿水的这个勇气。嗯，我为什么趟尿水？因为我当知青的时候，这些都看惯了，无所谓的。于是我这么一边从那里走过的时候，就听见那个不断的传来对我的关切的声音。袁宏斌，慢点走。袁宏斌，小心，别把脚磕破了，磕破了会得破伤风。那最关切的声音全是从那个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那儿发出来的。等我到了那以后，把这尿水这么，疏通了以后，大家就去上课了。于是我这根本没有想到的，这个事件居然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就是纷纷说什么那袁宏斌这样的人得入党了，这吃苦在前的典型啊。当时应该叫活雷锋的，活雷锋了。但是过了三个月还没入党，这个事儿呢也快被大家忘了，我就又发愁，我说这可怎么办？又入不了党了。有一天突然叫顿悟啊，我这为什么说这个佛家的顿悟是对的，脑子里一亮，说什么袁宏斌啊，你这个家伙啊，是一个自称敢于创造历史的人，你还不敢于创造一次尿水外溢事件吗？一切都豁然开朗，准备了那么大一块胶泥，在这个傍晚7点多，就是大家都出去上晚自习的时候，啪往那厕所里最底层一盖，然后从楼上从跑到6楼，一直的把所有的那个厕所的水管都开到最大，哗，一会儿那个整个走廊又被弄满了。到了10点多10点半，下了晚自习，大家站那一看，谁也不好往进走，因为全是尿。我让他们召集了足够的时间之后，我又这个把人群扒开，像个凯旋的英雄一般，昂首阔步走，当然是鞋是脱了的，又走到厕所。然后等他们召集的差不多了，把那团胶泥挖出来，于是就好了。我就这样恐怕创造了4-5次，记不太清了次数，这个尿水外溢事件。到这一那年的结束的时候，我第一个在研究生入党，对，我就这样入党的。怎么混入党内？对，还是比较光荣的混入的。也还是这个付出了代价。是是是，趟了4次尿水。当我挥着铁锹冲上去的时候，心里想的，我手里就是一柄长剑，我说的话就是给人写情书，然后有个狼就蹲前，我就是看着这种，他仍然能够坚守生命美的原则，一种真正的英雄人。来，喝口茶，来，倒点水，来倒点茶。这茶味儿怎么样？虽然你是很遗憾，我这儿没有酒招待你。对。为什么不喝酒呢？这个我忌了，咱们俩正好相反。
是吧？您是酒徒，对，我以前也当过酒徒，但后来我就发现我是缺乏英雄气魄，没有您这种侠气，所以我就戒了。这个最近呢、啊，我刚才啊，找这本书，这是您出的，您的书是吧？嗯，对对对，金色的圣山。这本书我没有，还没有拜读啊。这个好像是和西藏有关的。对，这是一本关于西藏的，人们心灵的史诗。啊，这本书叫《金色的圣山》，是刚刚出版的啊。好像是最近出了四本书，是吧？对。好的，那么什么因素使你对，好像你在内蒙是一个流浪汉，什么因素又使你对西藏发生了兴趣，又使你到了西藏呢？其实。对西藏的兴趣啊，在80年代我就接触过一些资料，从那个59年的藏人大起义，一直到后来这个藏人受到的一系列的镇压，我当时就对这些材料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后来这些材料你是从什么渠道得到的？从一个朋友那儿吧，在这个中央。一个某一个部门工作的朋友的，那应该是秘密的材料。对，这材料是秘密的，一般人看不到。我能看到这些材料的原因是，那个朋友认为我应该为西藏人写一些什么。哦。那么，但是看完这些，一直到90年代，我又一次接触了一些西藏人的这个苦难处境的这些材料。但是我仍然没有下决心要写。到了97年啊，我摆脱当时对我的监控，在一个夏天，97年的夏天，到了拉萨。在那时候呢，我还没有决定要写。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刚完成了这个《自由在落日中》和《文殇》这两本书啊。感觉到自己已经是心力交瘁啊。整个心血都已经耗干了，而且也没有这个创作的欲望。到了拉萨以后，这一路上当然那个青藏高原的风光那是太让我感动。我真的觉得自己是在走上了一个高耸于云端之上的祭坛啊。那些景色的优美，想在一边走着一边想象着在整个的欧亚大陆的东部东南亚以及南亚次大陆上所有的这些文明，养育了这些文明的大河大流啊，全部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雪峰上奔涌而下。有一种大感动，但是仍然没有想到要写。就是在布达拉宫的有一天，在布达拉宫的东面，我在自己闲逛，迎面走来一个卖唱的这个藏族少女，弹着两弦琴，她西藏人叫两个琴。他走到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你给他2块钱。我跟他的眼睛一旦看到他的眼睛以后，这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那是可以用圣洁来形容。他的面容上布满了流浪的风尘，他是从那个很远的地方啊，这个磕长头，就是一步磕一个头啊，把用这个身体丈量大地啊，一直磕到拉萨来朝圣的。这个呢，跟着他的家人，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不太知道，这个西藏的这个佛教徒，他们比如到拉萨去朝圣，朝圣就是匍匐在地，磕完头以后站起来，再趴下，是吧？而且不可越雷池一步，就是每次那个都要画个线。他就是先把身体伸展了以后匍匐在大地上，然后在手指这呢画一个线，然后走到这个线前面再一次匍匐下去，就等于这样，都几千里，几千里几百里去朝拜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在他们的这个心灵中啊，他整个一生的积蓄啊，好多家庭啊，一生的积蓄最后都来做这个。那么对于生活在物欲中的这些人们不能理解，那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我能理解的。为什么你能理解？我对于所有这种精神的追求，我觉得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而且我有一种大感动。在这个和汉人地区待久了以后，你会觉得人的心灵都是肮脏的，充满了物欲，充满了诡诈。
嗯，已经完全丧失了真诚的能力，真诚信仰的能力。嗯，而他们就这样一生的积蓄都花完以后，他带着整个家族就这样朝圣，他完成了自己一次心灵的旅程。嗯，我走进一个藏族人的牦牛帐篷里，看见他把那个人民币啊，嗯，就贴在这个牦牛帐篷的顶上，花花绿绿的，他来把它作为一种这个装饰品。他们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对待金钱的，嗯，非常高。他的整个生命的过程，他认为就是一种心灵的过程。嗯，所以看到那个，他就是这样的跟着他们他的父母啊，嗯，朝圣完了以后，他的父母就死了。然后他自己就流落在这里，就靠这个就是唱歌的唱歌了他的、嗯、对，我看到他的那个眼睛啊，就觉得第一个是圣洁，第二个我忽然发现他的眼睛是黑的，黑色是这个世界上最灿烂的色彩。当时我就请他坐在这个地上啊，就在大街就是街道旁边了，我们俩盘膝相向而坐，他就，我就请他给我唱歌，然后我就一边喝酒，一边注视着他的眼睛。从那双眼睛里，我感觉到了一个圣洁的灵魂。嗯。而且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心中涌起了一个不可抑制的冲动，我一定要把这个圣洁的民族和他们的苦难全部写出来。我觉得是上苍派这个少女啊，来给我这个启发。我跟他整个一直对视了一个下午，我上街的时候是三点钟，最后太阳落山的时候是晚上十点钟，他那个因为他是高地了，我们就一直在那坐着互相对视着，旁边有好多那些游客围在那起哄看我，整个一下，但是我真是感觉到心是不动的，我知道外面有一些烦骚扰，但是我就是看着这种眼睛，心里只想着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写出来，再累也要写出来。因为当时写了那两本书以后，对写作已经有一种厌恶，就想休息。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把这个女孩呢带走，因为她那个脸上啊，这儿都有一块脓包，就是这个长期流浪生活。嗯，但是一想起我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就从那一刻，第二天我就开始构思金色的圣山。嗯，就这样经过几年的两年的构思以后，最后终于把它还是写出来了。昨天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哦，你自己也刚刚看到？对。嗯，在那个新书发布会让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嗯，晚上跟一群俗人喝酒的时候，在那么纷乱的那个，我还是很本能的应酬啊等等。其实我的脑子里想的只是那个弹两三琴的少年，嗯，想着他那双眼睛。我想我终于对得起这双圣洁的眼睛了。这个故事还蛮感人的啊。这个有的时候，因为文学作品，特别是这个非常大部头的文学作品啊，人们往往把它想的都非常复杂，好像经过多少年的构思啊，经过多少年的这个酝酿。可是对您来讲，就是说一个偶然的因素，这个因素激发了您这种创作的这个念头和激情。嗯，非常非常有意思。嗯，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啊，这个好像目前你在我的心目中的形象有点改变了啊，这个不光是酒徒，还也不光是流浪汉了啊。我觉得你心目中有一种很，或者是怎么命名呢？或者是一种高贵啊，一种骄傲啊。这个骄傲是很明显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强烈的情感，你非常啊。我能不能问一下，除了这个酒这个红颜知己以外，你生活中有没有真正的红颜知己？或者碰到过？这个您可以不回答，你要拒绝的话也可以。我可以，这个、嗯，我此生啊，遇到了好多的这个令我感动的女性。嗯。而且，我之所以到今天，还觉得我们必须为，尽管我的
有很多事情啊，嗯，使我对这个中国现代的民族人格，嗯，产生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嗯，但是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呼唤一种英雄人格？嗯，又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心内心中都充满了对于一种高尚人格、高尚的英雄情操的向往。嗯哼。而遗憾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现代的这个民族人格中啊，嗯，很难满足这样一种炽烈的向往。和您这个聊了一席话啊，我这个感觉到您对这个人的价值啊，您的标准是从心灵，嗯，啊，一种情操，嗯，啊，情感，一直到精神，是这样作为标准的，是吗？是的。我在或者说英雄人格哲学它的一个核心就是他认为审美激情啊，嗯，是人的最本质的东西。审美激情，审美激情，嗯，就是说在人的生命中它使人向善的力量，嗯，使人变成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就是人们内心中的那种审美激情的冲动啊。就我来说呢，我曾经试图啊想把这个出生的照样写好，但是我每次都觉得写的不好，嗯，而且最吸引我的也是看这个落日。为什么？我后来才意识到落日给我这样一种启示，就是人的生命的凋落凋残也应该像落日一样，嗯，让人的死，让生命的离去啊，就像秋风中的漫天红叶那样飘落，要有那样的一种凋残的美感，那就是一种真正的英雄人格。就是他当面对这种生命虚无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坚守生命美的原则，嗯，坚守生命美的信念，这是大英雄才能做到的。为一种意义去死，为一种这个价值去，精神价值去死，而不能像这个那些草木，像那个牲畜一样啊，在物欲中消耗着美丽的阳光和清洁的空气，嗯，然后最后慢慢的腐烂。那么您从您的这个逻辑推下来，您是不是也相信生命应该是永恒的？嗯，是这样的，生命应该追求和永恒有关的价值。嗯，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个生命的每一次的生命，它的最美之处就在于瞬间的灿烂。嗯，好了，我们这个啊，这个话题越谈，刚才一开始还挺轻松的，越谈越严肃了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和袁先生的这聊天啊，龙门阵我们就摆到今天到这儿为止啊。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光临，谢谢您，谢谢。